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好视频的工商法律月报的节目。那么工商法律月报呢，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为广大的海内外华人特别制作的法治节目。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的负责人来为大家解读和分析关于工商赔偿和涉案等领域的话题。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的负责人 Morris Lin。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啊，非豁免员工有哪些劳工福利还有权利。首先来欢迎 Morris，Morris 好。大家好，谢谢。感谢 Morris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其实跟劳工法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哈。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在工伤之后的一些权利部分，还有福利部分呢，是有帮助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 Morris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通常知道，在美国的这样的，特别是在加州的这样的一个劳工体系当中呢，会有这个豁免员工和非豁免员工。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着重要讲的是非豁免员工。所以，但是还是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两种这个豁免和非豁免的区别吧。那为什么想再讨论一下这个豁免性员工、非豁免性员工的定义啊？他们的福利啊、权利呢？因为其实呢，工作受伤的索赔跟那个劳工法的福利跟权利呢，其实都是蛮密切的啊。有联系的。对，所以希望呢，大家如果在美国工作，尤其是加州工作呢。有些东西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啊，因为我们每天碰到很多客人朋友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如果他们知道多一点的话呢，可能在还没工作之前呢，他的自己的权利呢会容易比较保护。对。首先呢，先说一下找一个工作雇主要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你要知道。我们每一次都是，我们做工商也说，我们做劳工法的朋友也知道，我几乎呢，或者我的团队呢，几乎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请你把你的工资单给我看一下啊，我看一看你的工资单。那工资单呢，第三个字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很多朋友、很多客人呢都不知道啊。有些说，哎，我没有工资单；有些人说我是拿现金。有些朋友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拿到我的工资是多少，最常听到的都是说呢，雇主把我的工资呢直接打到我的账户里面，对，没有工资单。对，或者是呢，他说我的工资呢是透过那个叫做VMO 啊对。Sell 的办法去打到我的账户，一个月是多少钱呢？我也不太了解。我也不太清楚，那这个呢，虽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就是要影响到你所有以下的福利，包括工伤理赔，包括你的劳工法的权利，包括你的加班费等等等等，都在里面会很清楚的看得到。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吃亏的啊。所以先说一下。那工资单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有劳工法的规则的。根据劳工法呢，每一个雇主都必须要给你工资单。那他有两个办法啊。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呢，他给你一个网站，你要去那个网站去下载你的工资单。你的网站呢是有 email 或者其他办法告诉你你怎么样去下载，你每多久要可以看得到，都有规则的。而且呢，如果那个员工没有同意的话呢，雇主必须要给你一个 hard copy，这是一张纸啊，一张纸给你一个工资单，OK，一个工资单是写清楚的，你的工资每个小时是多少，或者是你月薪多少，而且都有一个法律的规则。所以如果你的雇主没有告诉你，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呢，他要继续给你一张纸的一个工资单啊，那要给你呢啊，这个也是一个有规则的。通常来说呢，如果是非豁免性员工，这是拿时薪的员工呢，最少每2周要给你一次啊，每2周要给你一次。比如说他是15号1到15号他是工作了，然后呢20号给你工资，或者是呢15号到30号，5号要给你工资啊，那个呢是每2周给你一次。
那当然了，他可以每周给你都可以，嗯啊，每拜给你都可以啊，但是不能少于每两周。比如说他一个月才给你一次的工资单跟工资呢，这个就是违法了啊，因为你是非扩免性员工。嗯，好了，那我们先回到什么是非扩免性员工了。那非扩免性员工当然了也有扩免性员工了，两个要有一个相对的啊。非扩免性员工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拿实薪的哦，嗯，雇6块、20块、30块，这个呢都是叫做非扩免性员工。如果你是属于非扩免性员工呢，你可以拿到你的加班费啊，你可以拿到你的用餐的时间，你可以拿到你的休息的时间，而且呢都有很多的规则啊，要做一个定义为一个非扩免性员工。那通常呢，非扩免性员工是什么呢？是什么朋友呢？比如说他，你是做厨师啊，你是做一个服务生啊，你是做一个员啊，等等等等，通常是属于非管理性的、非专业性的员工啊。所以相对于非扩免性员工，比如说你是医生啊、律师啊、护士啊，或者是你是比较高职位的啊，你是一个经理啊，或者是一个主管的话呢？你就属于扩免性员工了。对，那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非扩免性员工呢是可以享受加班费啊。加班费的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工作满40个小时一周，或者是8个小时一天呢，以上的时间呢，雇主要付你工资的 1.5 倍。嗯 ，OK， 说你是20块一个小时，哦，那天你工作了半个小时，那个半个小时呢？他要给你30块啊一个小时来算的啊，这个是第一个你要注意。嗯，好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工作满4个小时，他也要给你10分钟的休息啊，10分钟的休息。嗯，那当然你如果真的很忙，你自己不想休息的话，你可以不休息，但是呢我有责任告诉你，哎啊，小王，你工作满4个小时，你有10分钟的休息的，你可以打个电话，你可以看你的手机，你可以去吃个东西，什么都可以啊。这个有10分钟休息，这个10分钟的休息呢，啊，雇主要付你薪水的，不是说你去了休息的10分钟，他要扣除你10分钟啊，这个是不合理的，他要付你10分钟的那个工资的。你要讲到了用餐时间了。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用餐时间。当你工作满5个小时之前呢，你可以去用餐啊。比如说你8点的班上班，你1点半之前你可以去用餐啊。你用餐的时间呢不能短于30分钟。嗯。第三呢是不付你的薪水的啊，没错，不付薪水的。第30分钟是你自己的时间，雇主不需要付你薪水。当然他也可以给你1个小时的用餐时间。但是如果他给你一个小时用餐时间呢，你就往后退半个小时的下班时间了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是非扩免性员工，你有早上下午的10分钟休息，你有最少半个小时的用餐时间，而且你到5个小时之前呢你可以用餐。那还有一个事情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我下午不休息那个半个小时啊，不啊10分钟，我可以提前走吗？或者是可以合并在我的用餐时间吗？那有两个方向你要注意。第一个呢，你不能合并在你吃饭的时间。比如说我下午有10分钟休息，我不能把那个10分钟合并在我30分钟，让我吃饭时间有40分钟，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不允许。同时呢讲到那个10分钟了，下午的10分钟，我想早一点去回家。我想去接我的小朋友啊，我想早一点走，可不可以呢？这个是可以，但是呢你必须要签那个书面的一个 waiver， 一个扩免，就是说我下午我就不休息了，我可以提前10分钟走，那这个是允许的。所以大概呢就是这个概念了，一个所谓的非扩免性员工的福利，就是大概要
了解，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说非豁免性员工来说，他在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以及他在工作的时间的掌控上可能会相对的比较严格一点，就说你只要超出了时间，你有没有休息哈，这些东西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我想请问 Maurice， 就是说在这个劳工福利还有权利方面哈，这个他们两个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哪一些重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区别吗？对，那也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那我们常常看到呢，有些朋友呢找我们，他说：“哎，我是月薪的，我是拿3500或者4000块。”然后呢，雇主就是用这个原因呢告诉我：“哎，小王，你是月薪，所以我一个月给你一次工资，所以你也没有加班费，所以你是自由的啊，你是灵活的啊，你想机会怎么样都可以。”你不用打卡的啊、所以呢也没有加班费。那这个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大家要是。那你是一个普通的文员你不需要管理任何的人，你没有雇佣人员雇佣员工跟解雇员工的权利而且你可能是做一个一般的工作，比如说你要送个货，送完就下班，或者是你是做打包啊，做完打包你就可以回家啊。雇主没有要求上班下班需要打卡怎么样的。啊，这个呢有可能已经违反劳工法的一个叫做错误归类的一个选择。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你一个雇主不能随便把一个员工，一般的员工呢归类为一个豁免性的员工的。啊，比如说小王你是一个文员。你没有管理领导任何的角色，你只是一个一般的员工，一般的文员。那雇主不能说哦 ,OK, 你就是一个管理的人员，我就给你个约信，然后呢你就这样子3500、4000块等等等等。那这个不行的，尤其是他给你一个职位是一个一般的员工，然后给你那个薪水是低于我们刚刚说的低于那个豁免性员工的工资。那最低的工资豁免性员工的要求呢是最低工资的最少2倍。在 LA County,LA 县呢我们是15块半嘛现在，对不对？所以如果他给你低于31块的小时的工资呢，然后跟你说你是豁免性员工呢已经是违法了。我们刚刚说了他给你3500的工资。哦，你是3500的工资月薪，然后呢你就没有加班费，没有用餐时间，没有休息时间，你就这样子吧。这个已经违法了，因为你没有我到达31块的工资嘛，对不对？因为3500的话呢你的每个小时呢可能只有大概16-17块左右啊，没有31块。那31块呢是有个法律规定的，我记得2023年呢最低的工资作为豁免性员工呢是62400块。62400块，所以已经是将近5400块一个月。OK? 所以你的雇主给你3500呢是不充足的，不足够的，那是违法的。OK? 他需要呢把你归类成一个非豁免性员工。OK? 因为你根本没有达到那个工资，我应该要给你17块、18块一个小时。你要按照如果你有加班，你没有在五个小时之内可以用餐等等等等，全部的钱呢都要付给你，而且要清楚的显示在那个工资单上面。啊，比如说你工作了80个小时了，2周嘛，对不对？那80要给你16块或17块一个小时。然后你有8个小时的加班费，他写清楚8个小时的加班费，半个小时要以16块或17块的1倍半来算。都要显示出来在你的工资单上面啊，不能说哦没有啊，你这包薪一个月3500、4000块，那个都是违法的。如果你的雇主有违反这个工资单啊，或者是付你工资的那个要求呢，其实都可以追究的啊。追究的时间呢，最长有4年的啊，这个都是非豁免性跟豁免性员工最大的差距了。所以也回到我们刚刚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去拿到你的工资单，而且你要去查一查，检视一下你的工资单，
我们常说呢，你每次拿到公司账都要看一看，不要不理，不要不管啊，因为万一呢，你是被解雇，或者是你有任何的签到你的薪水等等的话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拿到工资单的话呢，你是非常吃亏的啊。而且呢，工资单上面有你的雇主的名称，这个也是我们去查询有没有购买工伤保险的第一步。所以有的朋友呢说，哎，我工资单也没有，我是拿现金的，或者是雇主把那个钱打到我的账户，用 Salary 啊，或者是 Vermo 啊 ，Pay。不清不楚的啊，这个也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的雇主的名称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餐馆可能叫做 ABC 餐馆，但是他们后面的注册的名称可能叫做 XYZ Investment。对，那 XYZ Investment 呢，才是购买保险的名称，这个才是我们官方的查得到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些都很多的细节如果你知道多一点的话呢，其实对你的保障就比较好了，因为万一你真的发生工伤的意外啊，甚至很悲哀的，我们有些家人啊回来找我们了，来我们找我们说啊，他的家人去世了，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做哪个公司啊，有没有购买保险，工资单在哪里，什么都不知道，那这样子呢，不光是会延误他那个治疗跟赔偿，对他的索赔呢也是有很大的延误的。所以如果知道的话呢，比如说你是他的妻子，你或者是你的丈夫，最好你们要 share 一些分享一些资料。你要知道你先生、你的太太他们在那里工作，他的工资单怎么样拿到，这个都是需要去保留一份的。因为万一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可以随时更快速的帮助你，这个是很重要的。是的，谢谢 Maurice 的这个提醒啊！大家如果是说在这方面还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华明生律师事务所，找到 Maurice 来向他询问哈。那么刚才 Maurice 其实讲到了这个工资单的部分，我觉得像您所说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太在意啊，觉得就说我只要拿到钱就可以了哈，这个其他的就不重要。但是其实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未来如果真的是遇到麻烦的话，它都会是一些细节啊，还有一些像刚才这个 Maurice 说到名称。在这里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工资的部分呢，它是在税前的这个价格对不对？就是税前，就是你说比如说31块钱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时薪的话，管理它是在税前的费用对不对？税前。税前。好。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其实在这个薪酬部分哈，大家是一定要千万注意的。但是我们也今天说到了非豁免员工嘛，那么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超时工作的方面可能他们会有一些疑问，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有很多人可能不会说是计算的非常清楚，所以在这里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需要注意的方面。对，那作为员工呢，最好要看看你的员工的手册，比如说你雇佣了啊，我很开心开始工作了，在某某的仓库工作了，那你要问你的雇主有没有一个手册。手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上班时间几点到几点，几点去用餐，怎么样去用餐，去哪里用餐，你的薪水是多久发一次，你的医疗保险啊等等是怎么样安排，做了多久会有没有试用期，在哪里上班，还有比如说如果我真的不做这个工作，我要多久时间要通知雇主。雇主要多久时间可以帮我解雇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员工的手册。因为在加州呢，其实跟其他的国家有点不一样我们通常都没有一个协议的我们大部分都没有一个协议的。协议就是说一个 contract 一个劳工的 contract。很多的普通法的国家呢可能会有，比如说英国啊、欧洲啊、亚洲可能会有。但是呢在加州呢通常是没有的通常呢雇主会做一份叫做员工的手册，所以这个员工的手册呢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你要跟手册去上班去操作他们就是那个我们叫做那个员工的一个guideline但是不要以为说哦没有协议就没有保障是不是呢，其实也不见得因为其实加州来说呢是非常保障员工方面的，所以我们可但算是蛮放心的。好了，那讲到加班了，加班是怎么样算了？那一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如果你工作满8个小时，就属于加班8个小时加5分钟，
那个五分钟呢就要付我加班费，嗯啊，或者是一周里面你要工作四十个小时，工作满四个小时呢，第一个小时呢他也要给我加班费。那如果你是在同一天你要工作满十个小时的话呢，那你最后那个四个小时呢要给你双倍的工资的，它是有的。比如说是说护士啊，或者说做一些比较体力啊或者是精神比较要求高的工作，比如说医护的行业呢，都有可能会给你双倍的工资，这个你要注意。如果你觉得没有拿到这个工资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咨询呢，我们会看看你的工资单，看看你的工作的办法，再做出一个分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雇主是负责任的话呢，通常他会给你一个打卡的系统，通常呢会有一个 physical 的一张纸啊，如果是工厂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是做 office 的啊，比如说我们 office 我们就有一个电脑的系统，你每天上班哦，我八点半上班啦，我这八点二十九分我就去进去我的电脑去 log in 啊，我八点二十九分上班，然后呢吃饭呢，哦，我一点半吃饭，我就一点二十分我就 log in log out 去吃饭，然后呢吃了三十分钟我就回来了，我就在用餐用完餐了我就可以上班了。所以通常有责任的有系统的雇主呢，可以运用这种电脑的系统，让你的员工呢去 log in log out， 那这样子呢就会有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录然后呢月底或者是每两周呢就可以算了，哦，我工作满四十个小时等等等等，都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记录的话呢，其实也非常吃亏。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朋友呢，问你的雇主有没有这种的系统，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遵守这个系统，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建议你的同事你的主管要有这种系统，不然的话呢其实吃亏的通常应该是雇主多于员工的，因为如果雇主的那个记录呢会造成一个很多的纠纷的。了解，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应该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讲啊，出来工作大家就是为了挣钱嘛，那如果是超时的工作呢，这个是你的权利，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太过怎么讲，就是觉得跟老板提这个事情好像有点难为情啊，其实并不是的。在美国呢，这些一切我们都是以这个法律和规矩来做事情哈。那我们说到今天的工伤的话，对于豁免员工和非豁免员工，他们在这个工伤处理方面哈，这个他们这个福利和权利有区别吗？有可能会有啊。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假设那个员工他是拿现金的啊，他是拿现金的啊，我做了一年两年都是现金的，那有可能他是一种比较有问题的那种那种的雇主，可能他没有那种打卡的系统，他没有购买那个工伤的保险，那就很大的问题了。万一他没有购买工伤保险，但是一旦你受伤的话呢，就很大的麻烦了。那虽然你还是可以拿到最后的赔偿啊，我们也在很多的机会说过，你可以运用那个叫做 UEBTF 的那个机构去追究，你可以拿到你的那个工伤的索赔，但是呢这个过程非常繁琐啊，非常非常繁琐。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通过很多的程序，我们要找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agent 去把所有的文件呢送到那个没有购买保险的那个雇主啊，他知道啊，我被拿到那个控告了，知道我没有保险了，我们那个雇主拿到那个文件了以后呢，才能再把那个所有的文件呢送到法院去。这个过程呢常常呢非常非常久啊，耽误了很久的时间，有些时候呢可以用上一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把那个文件送到那个雇主。因为呢法院呢也不受理哦，你没有这个文件我不受理。所以呢常常呢这个没有保险的那个员工呢会受到很大的耽误的，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三五年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也是引起到你的那个受伤有没有拿到索赔了。所以这回到我们刚刚说了，问你的雇主有没有工资单，有没有支票等等的。如果他没有的话呢，我们常常建议说你不要做这种工作啊。比如说很多时候呢都是那种兼职工了啊，我的一个朋友
告诉我啊，我们就去那边尝试去工作一下吧。啊啊，他带我去的，去某个工地去帮忙去油漆或者是安装什么东西。哦，一个不小心从那个梯子掉下来，啊，很多的骨折，严重的受伤。刚刚呢去上班的时候以为是很简单的，哦，一天200块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万一发生严重的受伤的话呢，你的索赔就非常麻烦繁琐，而且呢耽误很久的时间，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建议说呢，那种的建筑的工作如果不是珍贵的雇佣你的话不要去做，因为万一有没有保险的话呢，你的其他的伤害呢会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一个那个工资单，没有个珍贵的工资单，你以为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万一发生意外的话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嗯，是的，这个确实大家是要注意的哈，这个所以大家应该是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哈，这个当然不希望大家会遇到工伤的情况，但是遇到工伤情况之后所需要知道的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应该有这个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有具体的问题呢就可以来直接问Maurice。那么最后想请 Maurice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您经手过的一些案例吧，就是说跟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然后给大家一些比较这个直观的一些感觉。对，我们就说一个案子吧，它是比较严重的，它也是没有工伤保险的。哦，那经过我们很努力的诉讼啊争取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帮我们客人拿到他的赔偿。嗯，那员工呢，他也是刚刚说了，他就是跟那个朋友一个兄弟去打零工去那个房子一个某个人的家的房子帮忙做一些装修的工作。很不幸他从那个梯子掉下来，嗯，造成他的背部腰部严重的那个骨折。当然我们当要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是觉得非常遗憾啊，这么严重，但是有没有保险那怎么办呢？还好我们的首席律师呢经过很努力的要求争取呢，把那个房子的保险拉进来，用房子的保险作为他的工伤索赔的保险。嗯，然后呢经过我猜可能有3-4次的诉讼的开庭呢，嗯，保险就终于接受了。 OK， 他就是因为去那边工作，那个保险那个房子的保险呢要保障他作为一个工伤的保险。然后根据这个原因呢，我们经过大概5年的时间吧，到应该拿到的所有的临时受伤福利，他的最后的赔偿，而且呢他可以将他在那个网络里面治疗，这个才是最重要。嗯，当然现在已经好多了他也把一些金属也拿出来了，但是他也不能再工作了，因为的确是蛮严重，但是还好都拿到他应该拿到的福利。我记得我们最后还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把这个事情，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了啊，虽然是不容易。嗯，了解。所以像这种这个情况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特别是华人的社区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没有这个工伤的保险，然后没有相对的一些保障。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像刚才 Maurice 一开始说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找这份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先问清楚。就是说如果是说没有的话，你是否要接受这份工作，然后没有的话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方法，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直接来问一下 Maurice 啊。好的，那么今天也感谢 Maurice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话题，以及是给我们的案例，辛苦你，谢谢。谢谢。是的，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哈，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华明生律师事务所的电话626-282-6868，626-282-6868，来直接找到 Maurice 啊工商的这个部门来向他们进行咨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